陈舟说：“拼经济不是拼命，你要拼经济没关系，你不要否定我嘛，是不是？你否定我，你是日本人吗？你就看到陈冲就叫他日本人就好了。还有，你拼经济还什么？他也没有什么别的菜单了，只是拼经济，拼经济。”那你看一个案子，他也不敢重判，对不对？像这些台湾这些官呐、啊，都是白白嫩嫩的，他不敢重判啊。他害怕报复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没觉得他很白嫩嘛，对不对？一副就是很害怕，什么事情都很害怕的样子，什么害怕暴力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那你就不要再有智障了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而已啊，就是一种感觉啊。你是一个害怕人家报复的人，你又不敢重判，那你这个看到我你就不要，这好像还要在我之上那种感觉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小白脸，你妈你有什么事我还要照顾你，是不是？